各位好，咱今麦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实在真欢喜，看到咱伫台湾遮济人吼，愈来愈济人认同咱的疼惜台湾。今仔日伫即个课题内底，毋是要甲各位上课吼，是要甲大家来分享，就讲咱对古早甲即阵，将来毋捌有家己的政权的时阵，咱是要安怎来面对？过来台湾的命运是要安怎行？咱拢会知影，伫拄只，咱了准备备办要上课的时阵，咱拢有听到这首《美丽福尔摩沙》这首歌。这首歌我感觉大概伫街路也好，伫世界咧唱的当中，你会记哩。将来可能毋捌伫电视听过，将来毋捌伫囡仔的嘴安尼唱出来，将来毋捌伫即个任何人当中、学校、各机关底下来听到这首《美丽福尔摩沙》。那么，先啊，咱要为这开始讲起，咱可能拢毋知讲一个人的歌声，一个台湾的文化，伊用歌声来代表的时阵。你会发觉到讲，台湾愈来所听到的歌，拢总是一直对着咱人较有帮助。你所听到的歌曲，有当时你真足去甲看，你真足去甲听，你敢捌去注意到讲，伫国中学生内底，伫高中学生内底，伊敢捌去听过？有当时我看到真济。迄个做五月天吼，迄个广告一出来吼，感觉讲大家唱迄个门票，一直唱一直唱，唱到落尾看迄演唱会啊，一届听讲几十万人，我敢有当时啊想着讲，咱台湾一边有遮济人甲咱支持，我看今仔台湾的命运毋是安尼，但是因讲咱这个团体。是安怎来遮了解到台湾的形势时阵，咱拢会感觉讲啊，遐个了钱，就是态度的问题。因为伫做古早，即流亡政府甲咱教育的内底，伊就开始甲咱讲，恁吼拢莫精神啊，一直困就好啊。我看到人上界艰苦的是，你若要死死欲去，啊若无莫安尼。吼、哦，咱常常去看到真济人，伊规工的生活总是一日过一日。啊，若甲伊讲着讲，你敢袂烦恼台湾的命运？台湾安怎？伊拢讲啊，看袂着啦，惯伊啊。所以一生中间就是干那一直认为，我只要逐项赢人，一直赢人就好。咱看到即卖学生囡仔，我常拢爱为伫学生囡仔开始看起。因为你若讲较侪岁，可能已经无啥物改变，但是看到青少年的这种态度，以这种学习，你敢袂惊讲以后介若大汉了后，伊的心内底是安怎样？敢若看到竞争考试，你若甲乡镇，你每一届去甲看，那每一届学生囡仔咧放学时阵。过来，毋是去讲哦。我若放学了，我要来打棒球。我放学了，我要来创啥创啥。我要来开始想讲啊，我学校读册遐久啊，我要来看一寡课外，拢毋是拢单对安亲班去。安亲班去了后，我看过因的生活，老师拢甲因讲，限你30分钟来，甲你的学校课业拢总甲消了。对唔对拢无要紧，老师甲你改，我就开始拍哦，安尼一直写一直写，写到30分钟写无了，就佫另外处分，写了了后，
过无外久，就开始过一趟安亲班的考卷，啊，本来啊，就过开始教，一直教教教教教啊，一直到几点？一直到夜晚九点才结束。你看因的生活，暗顿是伫倒位咧经过？你若甲统计，可能透早就起床，早顿是伫车底咧食。车驶过，啊，怎直接甲买咧？啊，就开始叫伊牵车底食食，啊，为着卖迟到，所以甲送去学校。啊，久无偌久，中昼伫学校食，啊，夜晚四界食，因为买咧较紧咧，啊，所以你有甲算过无？当时顿时倒厝食，干那点心，啊，久顿伊佫困啊，啊，就一日就过去啊。咱的学生囡仔。咱的子弟，咱的子儿，一天过一天，就是这种生活。所以，伫咧困的当中，我常常真爱暗时咧唱这首《美丽和摩西》时阵，我拢会看到讲咧困的囡仔，有一日，伊感觉我倒去困到遮尔啊好势。咱若无去甲拍拼，可能伊要困，啊，就变作开始，咱的命运就变啦。所以呢，看到咱台湾民政府这条路，咧行的当中，我第一爱甲大家来分享，就讲咱的态度是毋是爱去改变？因为一个人的态度会当改变规个整体。一个人的态度，你若无拄好，可能你的命运就变啊。台湾拢对这个所在一直偏差去。第一，你看到咱。唱歌的内底，敢有对着这块土地有讲着感情？敢那无？所唱的，拢总是伊甲吼男女朋友的感情，这种歌曲占80%。你唔通叫是讲，哦，这无要紧啊，这无啥物货。我若看到有诶作细汉囡仔，伊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伊敢无歌他唱？是安怎？伫三岁囡仔，伊所唱出来的歌曲是《爱人啊对人走》。我讲啊，你几岁啊？啥物货？归去刷刷去。伊所了解头壳内底总是着遮，伊毋知想讲外国伊所面对的，因安怎教育因的囝儿讲，你爱对歌曲内底，你爱付出感情。但是这个感情是足大的。因为敢若针对你甲我好，啊，我就甲你好，啊，然后伫学校内底的冲突，拢总是对这个渐渐，咱无了解当中，啊，就变作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。有当时，咱嘛真奇怪，你若去坐伫火车顶，你若渐渐去甲看过一排，安尼甲看落去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古早。伫车顶，咱拢讲讲话爱真细声，袂使去吵着别人。哦，按过迄时阵，大家真热情，一直讲。吼、哦，为一个阿嬷若爬起来，还是啥物人若起来，学生囡仔若起来，拢讲着阮惊老师安怎。但是即阵已经无声，因为大家头拢咧咧，大家拢手提一台，啊，就开始一直耍，耍游戏也好，听歌也好，但反正我都袂甲你有任何的交叉着。啊，即种社会。那久一久来，我看到咱的交通愈来愈吼，迄、那个人的沟通愈来愈少。啊，那愈少，有当时咱去引起的对着国家，伊将来袂去讨论。对着咱讲，哎、欸，咱的社会即摆目前要安怎，伊嘛袂去感觉。当偌严重到啥物程度？有一回，我甲囡仔讲。哎、欸，迄、那个一个姓王的吼，南茶院院长吼，迄、那个唔知姓白还是啥吼，人拢叫伊白院长嘛有啦吼。伊甲咱讲过一句讲，你敢知影这无心者吼，真有创意。哦，这无心者的这句话，恁感觉这句话有创意无？真有创意哦！伊讲这无心者吼，足有创意的，会使申请诺贝尔奖。哦，伊讲起来安尼了后，真侪人拢
感觉讲，有影会真有创意。人咧讨论着讲，咱台湾的环境是安怎为着工业的开放，咱的迄海岸的污染，安尼影响着东海岸花莲迄边，古早人拢会坐迄个船去看海豚，啊，即卖海豚若咧收到遮污染的时阵，若死去要安怎？伊嘛真幽默啦，吼，讲起来做幽默，我感觉实在是足讨厌。伊讲袂啦，海豚啦，生到遮吼，伊会家己转弯啦，伊袂收啦，伊袂收入去这污染区啦吼，伊家己主动会怎讲啊？遮垃圾删掉。啊，你看安尼这种的人，伊的态度敢对？伊的态度第一点，伊就无甲咱这个台湾看作是伊的国家，伊甲当作讲，即我反正我直接照大尔，大久啊，若大大，我若会轻会款。啊，轻轻走，啊，我就要来走啊！你若阁去斟酌甲统计，所有的官员内底，伊的查囝拢嫁对倒一国的人，绝对无伫台湾。你用算的就知影。当马先生伊有两个查囝，伊的老爸拄啊要倒来台湾，咧宣讲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了。媒体甲伊报告报道讲，哦，即回马先生安尼选总统真辛苦，因个查囝真大心，对美国倒来甲斗三工，然后佫甲因讲，你看，安尼要佫倒去美国啊，真辛苦。媒体个报道怎变作安尼？但是咱敢有去看到，佫进前马先生进前阿扁总统为着伊个孙仔要伫美国出世。安尼，甲乱搁再乱，搁再乱，乱到落尾，不得已，甲看，甲叫伊讲，我倒来，倒来，卖予人这个看法、观念遮歹，观感无好。为着这个物件，是安那那两种标准，咱遮个人敢无法讲，伊拢无法讲，感觉讲迄无我个代志。所以咱今仔日困较真系足焦闷个，因为吼，咱骨来。若讲死去，就较好待待咧，结果死未待。啊，中华民国是待了未死，两种诶无共款矛盾，伫咱遮产生了后，咱将来有去看到，这拢是对着咱台湾诶真歹。而且，我首先先介绍一首歌曲，因为我第一届听到这首歌诶时阵，我拢想到足侪问题，就是讲。咱的学生囡仔，偌久唔捌安尼唱歌？我想着讲，咱的学生囡仔，偌久拢唔捌唱过这种对着这块土地，咱的学生囡仔的作文内底吼，会去引用到故乡这两字，会用到故乡这两字吼。迄你若唔相信，你家你的后孙啊好，还是你的囝？你读小学生啊，国中，你甲讲，来，你写一篇作文叫做《故乡》，伊会甲你问讲，啊，这边哪写？故乡敢有遐困难？故乡这两字，伫你的头壳内底，敢那足陌生，因为咱拢未去思考着讲，这个故乡甲咱的生活关系是虾米款。首先，咱来听一首这个，吼，看到咱这个日本。伊安那来对着伊个囡仔，咱个囡仔真久毋捌安尼唱歌过啊！来，咱来听看卖吼。
咱听这首歌曲，予我是真正感动的，就是伫后边哈。伊咧描写着讲，伊对故乡迄个感情。伫后边来讲，伊讲故乡是虾米？就是有你，就是故乡；有我，就是故乡；有你甲我，这就是咱的故乡。我看因这种的思想教育内底，予因的囡仔真坚强，知影讲我为着这块土地，我会付出的感情。但是到落尾，我一直佫甲敲锤落去，发现一个伫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伊所甲咱教育的骗，伊甲咱讲日本伊大屠杀伫中国内底南京，安尼杀死足济人。我一直甲看，一直甲锤。发现到一点，请问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人杀什么人？咱唔知有人了解无？对，我甲你讲吼，正确的答案就是因家己军阀，中国的军阀军团杀死伊家己的百姓，因为咱拢讲敢有可能？是啊，咱这边报道是安尼。在因日本的教科书内底，有足济足济图片，写着啥物？因咧记载讲，当因日本去到即个中国迄个沿海所在，因看到真济人无饭通食，有真济人因为战争，我回去阁看到一张相片，一个阿兵哥爱一个阿嬷咧较紧走，伫即个南京即个所在，因咧首都。就是目前讲北京吼，迄、那个所在咧，从大屠杀时阵有一个人，阿兵哥伊派较紧爱一个阿嬷，啊怎较紧安尼要走出来？因为后壁一直烧火起来，迄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图片。但是你佫注意甲看迄张图片，你会发现真无共款。迄、那个阿兵哥是倒一国的人，日本，因为伊的帽啊，迄、那个是一个日本的国旗。一个日本，伊个帽仔面顶填一个日本的太阳旗，迄个海较早讲日本的海军的迄个号子，但是伊面顶所拍迄个阿嬷，我就开始咧想讲，这是中国人，也是日本人。我伫遐放迄个图片，予大家看的时阵，有真侪学生囡仔咧讲，老师，这是中国人，也是日本人？我予因要。讲，请问这个阿兵哥是倒一国的人？伊讲日本。啊，这个所在是南京大屠杀的地点。啊，过来第二点，我第二个问题甲伊问讲，请问这个阿嬷是倒一国的人？倒一国的人？大家无法度应，伊要甲回答，因为学生囡仔要甲回答讲，迄是日本人。有诶，真开始讲啊，迄就是日本人。我甲伊讲吼，请问吼，一个阿兵哥去做兵，敢有阿姨阿嬷去做兵？吼，还是讲伊个老母嘛，甲先生甲带去，啊咧走的时阵，较紧同齐走，无可能吧？咱咧做兵，敢有咧阿姨阿嬷？无吼，咱做兵，咱嘛捌看过人咧，少年要做兵的时阵，无咧阿姨阿嬷去做兵诶。但是伊奈伫这个战场内底，阿姨一个阿嬷啊，第一是较紧走，迄个人是中国人。日本曾经伫中国内底战输了后，伊较紧按迄边的人进来逃走，顾全着性命的问题。啊，这种教育甲咱说一个讲，哦，日本伫南京屠杀，所以日本真妖兽、真残忍，予咱去看到日本的态度怎大大改变。那像讲台湾是只甲咱轰炸，学生囡仔拢甲你应讲日本。啊，什么人真干真苦？日本，因为伊伫咱遮做出足济足济，哦，因拢认为真苦的代志。佮加上古早电影内底，每一届我会记哩囡仔若咧看电影的时阵，拢总做着甚物物件，拢去做着迄战争了后吼，啊真可怜，啊拢安尼无饭通食，啊为着食一嘴饭，啊就开始。吼，较早有足侪影片内底寒流，也是一挂什么春寒。我较早真爱看讲，哦，咱吼、哦、就是这张，你看伊迄地点，这个地点吼、
好，咱有看到这张真，谢谢哈、哦。你看迄个阿兵哥，伊唔是中国人，伊是日本兵啊。啊，结果后壁咧火烧厝的时阵，迄个阿嬷应该唔是日本爱国吧？好、哦，应该唔是对日本吧？好、哦、啊，应该阿嬷后壁佫爱一个婴仔，无可能讲。咱要来做兵时阵，阿嬷佮迄个孙啊，现在拢甲按出来，按出来做兵，这是绝对无可能。但是咱看到这张图片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地点确确实实是伫中国，因后壁迄有写中国字。啊，伊这个地点真正讲伫中国。啊，伫这发生的时阵，请问，伊咧做啥代志？敢咧甲屠杀？这个，互咱去真清楚看到讲。是咪？咱的教育内底出了真大的问题，咱一直从种族的冲突，一直冲突，搁再冲突，所以伫遮，咱会看到伫台湾内底是安那种族，一直甲你分别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是客人，你是吼、哦、你讲的讲哦，俗称迄种外省人、蚵仔，还是汉籍，所以咱常常囡仔拢会听到讲，你是蚵仔是汉籍。这种问题，啊，不过咱有想过无？是安怎台湾伊叫做韩籍，啊，迄边叫做蚵啊？咱唔知去想过这个问题无？是安怎？那一开始，咱就是蚵啊，哦，因就是蚵啊，啊，这边就韩籍。正确，咱拢唔是。伫遮，我爱甲大家，互咱知影，伊是安怎叫做蚵啊？啥物叫做韩籍？这两项物件拢总是咧讲因中国迄边，因为因中国自古以来有胡就是匈奴迄边吼，拢叫做简称胡，啊就蚵啊，胡仔啦吼，迄、那个胡，啊你知影韩籍伊拢称作啥物货？汉人吼，伊袂晓，伊若讲台语就变作汉人，汉人伊听起来，咱念较紧就变作汉字，是这两种的关系。啊，无你若想讲奇怪，台湾敢伊的形生作像汉字，啊，咱就叫做汉字。啊，中国迄边的土地像蚵仔，啊，其实蚵仔甲汉字看起来变大吧，那有差遐济。吼、哦，但是真正你去甲看了后，你才讲蚵仔、汉字拢咧讲因，胡就是因。汉人、汉人吼，伊叫做汉籍，伊袂晓讲啊，所以伫咱只教育内底，就怎啊？这两个种族怎啊？甲咱分这两边，分了后，佫唔是佫甲你分种啊？高山族个甲平地嘛起冲突，用一个五方，就互咱头壳安尼写个戆戆戆。你若捌去原住民迄高山族啦吼，我古早捌伫个罗纳新义乡，诶罗纳村内底，迄是罗纳部落。我看到因家一个相片，感觉讲，伊将因阿公、伊个囝、阿爸爸三张相片拢甲夹做伙，毋是死去啦吼，拢伫咧哦。拢伫咧来讲，我问讲奇怪，这个较老，这个是啥物人？伊穿高山族服装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下底写一句啊，做抗日英雄，吼、哦，抗日英雄啊吼、哦。我讲哦，啊恁阿公毋着足厉害，讲对，阮阿公较早吼做酋长的时阵，哦，抗日英雄。哎，对，佫一个抗日英雄，抗日的英雄。但是佫后一个，换伊老爸时阵，伊穿甚物衫？伊穿日本衫。伊讲吼，这就是日本的高山族。啊，佫看了迄张，是伊的囡仔，迄帽啊穿油菜迄种色的阿兵哥，啊，伊戴迄顶帽啊，面顶一个国徽吼，因为国徽啦，因为党徽，十二起的迄种的。啊，我就想看，我甲讲奇怪，你写恁老爸是抗日英雄，按着老爸咧拍后生，因为后生迄阵穿是穿兵啊衫哦。啊，这个阿兵哥讲抗日英雄，啊，结果你若看迄三张相片摆做伙，就是变作阿公咧拍囝，啊阿囝甲老爸咧相拍，啊都啊一地拍一个。这两种的冲突，这几下的冲突内底，咱将来唔爱去冷静甲思考讲，是安怎来安尼？因为伊伫这个冲突内底，就是要予咱制造讲，恁的族群内底袂使合作。你若佫甲看到吴芳这个事件，伊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
那讲起来是一个走路的通俗安尼尔吼，啊，结果甲用一个遐大地地，啊，底下咧纪念讲这穿红衫的五方为着要拯救啥物，要叫青讲哦番啊，遐个较早讲哦做青番啥物番吼，拢会刣人头咧食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要甲因叫青从此以后，因拢无咧刣人头。我嘛直接找到答案，我去到罗纳部落看到一个109岁阿嬷，应该叫阿祖啊吼。我甲问讲，吼欧巴桑，因为伊听日语听有尔，伊讲我甲请教讲，请问吼、哦，听讲恁较早高山族拢会食人头，伊怎歹甲因？我讲这个代志是真啊假？我一直甲对问讲，是安怎恁来安尼？恁敢真正有这个代志？啊，伊怎安尼哪做工课？讲哦，啊做你的身体真勇哦，哦啊，听讲我真无简单才看到伊，啊怎甲伊讲？啊阿妈吼、哦，你这个历史你会当甲介绍一下吼、哦？听讲恁较早高山族，我迄阵读高中尔，我甲伊问讲，阿妈啊较早听讲恁拢食人头吼、哦？啊是毋是即真啊假？拢剁人的人头咧食？吼、哦，拢甲讲哦，剁起来佫浸咧酒内底，啊讲迄真补。迄、那个阿嬷安尼看看，甲我讲一句讲，啊无你要食，我剁一个互你啦。吼、哦，我讲我无爱，伊讲啊你都唔敢食，你哪叫我，你哪感觉我会食人头？你家己都唔敢食，啊你哪认为我有食人头的习惯？伫遮就真明显讲，有真济代志，拢总是甲你加强了后，对着咱的族群的甲咱丑化。但是对着中国，哦，这骨碌无简单。咱会记哩，大概前头咱咧放电影，拢总放什么片？武侠片。我自己呾看到迄种片，我就不爱看，因为因迄种物件无逻辑。我大概拢看到讲，哦，因对安尼涂骹，我跳去个厝顶，我刚问大人的时阵讲，因中国敢真正遐厉害？但是迄船长吼，也是哩。伊遐人拢会甲我讲，拢会讲，对哇、啊，中国就是遮搞，你看，嘿，安尼遐厉害，武功遐厉害，咱免来介绍怕。啊，我佫看到一个足好笑的代志，常常咧甲人街道咧讲的时阵，伊的思想内底拢已经拢想到，要安那去做一个武功高强的武侠。伊甲咱讲，中国非常厉害，咱拍袂赢。但是伫遮时阵，我甲讲，暗古吼，我看到美国的 F-22 猛禽，啊，佮看到美国华盛顿航空母舰，啊，我咧甲伊讲遮个当中，伊全甲我讲一句讲，你唔知啦，中国吼，伊有一个武器真厉害，就是下提如泥的刀，伊若走去甲航空母舰瞄一空哦，伊只船就沉落啊。啊！我想讲，哦，这哪有法度安尼？下提如泥的刀，竟然，迄是伫武侠的内底的情景吧？但是伊提来用到现代，伊佫认为讲，佫较悬的武器，拢赢袂过一支下提如泥的刀。吼、哦，迄支若下落吼，可能飞机就必准两边，枪支来佮破准两边，飞弹来怎佮切过，伊感觉足厉害。咱就是一直伫这个所在，和中国思想一直教育，不再教育。然后，佫一个和咱一直贫困的所在，就是你敢无发现着讲，咱的囡仔一直咧背这个《唐诗三百首》来滴，迄个背景对着科学教什么经，教什么帮咱？咱的囡仔绝对唔是白痴吼，咱的囡仔自古早古早。伊就甲你分别，你的读学较属于文学，你的读学较属于这个科技、吼科学，所以有分作什么科、什么科。但是无形中伫这个比较内底，你若咧读世界文学的人，敢袂使去研究科学？伫咱遮甲你分啊足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捌伫美国看到一个修理车的黑人，伊真够修理车，伊敢听到声就知讲这只车的毛病伫倒。伫咱这边变作黑手啊，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。但是
伫因外国世界无人敢看轻咧修理车的人，好大你卖家叫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若伫美国咧修理车，足你唔通看讲这有看轻无看轻吼、哦。你若去伫美国路啊，那车害叫伊来修理，伊来甲你扣一个吼、哦，$100。你都感觉无啥，伊就来甲你看看，讲啊，你这都是倒位吼，啊，甲扣扣的尔。压一个讲，遐讲一个，啊，就讲啊，偌济$100，多3000多块，较无一点钟，拢无修理着。伊就甲你讲，这是我的专业。但是伫台湾内底，伊煞变作讲，伫做乌手的人，敢那拢无法度去揪violin，去揪小提琴，去看这个高水准的文化，去听音乐会。那像咱咧听。这个文化的时阵，大概咱来讲哦，有啥物三大男高音来，咱的台湾，你来讲一个做乌手的人，还是咧做环保人员，你去甲买一张票，要甲听的时阵，你会造成一个互人起笑。哎呦啊，你咧做迄个工课，你甲人咧听这个，你敢有下？伫遮，咱对囡仔、甲做兵、甲大人，已经20多岁。查甫人，咱若做查甫，拢会做过兵吼。做过兵了后，咱的头壳规粒全变作电壳壳。我一届发现着讲，咱的做阿兵哥，因为我是做铺的吼，做辅导长。我一届安尼真认真甲看，伫广播内底，我去抽着一首一块迄刻盘吼唱片，啊，我安尼甲抽出来吼。我感觉讲奇怪，这遮水的歌哪拢从来毋放。咱知影讲伫阿平哥的迄个生活内底，那规工吼，迄音乐咧听起来歌就是啥呢？反攻、反攻、反攻，大家都去拢这种歌啦，吼、哦，啊无就反攻、反攻，啊无就食饭的号召安尼尔，拢是专，拢一届就是哦，拢一项一项。但是将来我把这届去甲试看卖吼。抽一张伊迄写号做布拉姆斯的小曲，伊的名叫做布拉姆斯的小曲，啊嘛一个叫做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，啊怎甲放落去？迄届我看一个足奇怪的反应就出来，当迄个声音甲放出来了后，管弦乐团安尼甲放落去，规个规定吼，迄规个阿兵哥3000多个，怎啊？大家硬伫遐讲奇怪，今仔音乐哪放者？哦，啊那今仔那遮奇怪，哦啊那，咱遮内底竟然那放这种音乐，将来拢毋捌听过讲，咱对着世界歌曲的欣赏，咱拢听着伫阿兵哥两年哦、喔，两年内底，将近要两年内底，你听着的声都是反讲俩。啊，反攻甲落尾，佮呼口号，安尼就感觉他家家你洗甲电壳壳，啊，变作有一种情形就出来啊。伊唔敢去想讲啊，我都无水准的人，台湾人煞变作愈来愈无水准，一直讲讲啊，你就是无水准。你敢知伫军中的教育，伊是将咱的子弟家己的自尊怎甲创到涂骹，一直打一直立，立甲怎甲站在涂骹念呢？因为对啥物情形会当看出来，每一届你若看到迄歌星来闹军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迄歌星来的时阵，你甲讲啊，来，我招你起来唱歌，啊，你甲扭甲拖吼，伊、哦、就不爱出来，伊拢歹势，啊，唔敢啦，我唔敢啦吼、哦，我袂晓唱啦，啊，无就，干那要讲扭出来讲啊，你甲啥物人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迄、那个。复兴，迄就敢若有迄征战的女兵啊来吼，来两个啊三个吼，啊大家都咻咻叫，然后要甲揪出来讲，啊无你来当者该跳舞，还是讲该当者唱歌，无人敢，你敢硬拖伊就歪出来。咱的囡仔的心灵是变作啥物款？伊认为讲，卖啦我吼，我这都戆兵啊，啊都去食兵，啊佫逐项吼，规工操甲垃圾里头。但是你看到美国？我看到因的西点军校，看到因美国的教育，因的囡仔是用到三大项。伊讲，你对着这个责任、态度、吼、哦、责任、名誉、荣誉，啊，加迄个国家荣誉、责任，你
入去因的军队内底，伊敢教育你这三项，互你知影讲，你爱精神起来。咱今仔日所拍拼，你来遮做兵是保卫你的国家。啊，毋过咱拿咱的主力去做兵，那甲你讲一点尔，叫你爱拍强匪，啊，强匪佫毋知走伫倒位，强匪也毋知伫倒。伊敢若一直甲你讲，哦，咱遮台湾真危险，常常拢互强匪啊甲咱拍着，啊，甲咱哦，迄强匪啊偌苦偌安怎？啊，但是实际上，迄有个人真正吼啊，规工安尼工会低调调，就是讲伊要反共。啊！但是实际上敢有法度，从来毋捌看过拿一支枪去拍对强匪啊去一届，拢毋捌。因为咱自对囡仔细汉开始，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，愈想愈奇怪。古早我嘛真爱反共，我古早囡仔时阵，我看到迄标语，我嘛真想要做一个好学生。大概我看到迄个学校的标语内底，拢写着讲。哦，检举匪谍，人人有责，这我有法度。吼、哦，检举这个匪谍，大家拢有责任哦。啊，毋过刷来咧，迄句话佫愈精彩。伊讲哦，你若检举匪谍吼，抓到匪谍吼，一个50万。我若想讲，我规世人我若抓到一个就好啊。所以我看到迄个标语开始，我规专心拢一直咧抓飞碟。为我国小三年开始，捌字了，我就开始讲，我若抓到一个，我就50万，哇，冒死啊！我来抓飞碟就好啊。但是抓到即阵抓无一个，抓无半个，抓到落尾，我问老师讲，老师，咱讲抓到飞碟50万，啊，我即马拢无呢。啊，到底飞碟生出啥款？阿姨嘛，甲你讲啊，这戆囡仔在哪里来钓？吼、哦，老师家己就唔敢去抓。但是咱感觉台湾人，荷兰安尼教育来讲，变作有几啊年前，一个叫做陈慧芬林来到咱台湾，迄是咪飞碟？是啊，迄正港的飞碟，我甲你保证100%，迄个飞碟，因为伊对倒位来，迄边来，而且伊佫甲你公开声明。我若到位，恁这车轮牌国旗拢爱收掉，但是煞变作咱惊伊。真正要抓的时阵，咱煞惊伊。我伫迄间，我嘛有敲电话去警察局讲，咱是毋是检举匪谍，人人有责。伊甲讲是。啊，检举匪谍奖金有无？即马慢请讲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已经发现匪谍啊。伊甲我咪笑诶。吼、哦，伊讲伫倒位，伫倒位。伊讲啊，着电视拢有报啊，迄、那个。陈慧芬林来个到位啊！今仔日伫燕山饭店，啊，竟然咱阁派警察甲保护，遐奇怪。迄陈慧芬林迄、那个官职，迄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内底一个，迄毋知有偏西大无？凡正连偏西都无遐大，会官尔。咱竟然用迄种总统的规格安尼甲威吓，啊甲对着咱台湾囡仔。你若看到迄媒体，我迄届看一个真正感触真深啦。正统的警察排伫后边，实际警察咧伫啊抗争第一线的是伫咧读警校咱的子弟，伫啊讲话开始民众冲落哦，但是讲到的人拢总是咱的子弟。咱安尼对遮种种真侪冲突，咱开始爱开始冷静去想讲。今仔日对困遮60几年啊，将近70年的生活内底，咱拢困去了后，过来，咱是要爱精神起来。而且若精神了后，我知影咱大家心内拢会开始有一个惊吓。我发现全世界有一种职业，全部台湾有尔，其他拢无。咱敢知啥物职业？哦，唔是吼、哦，有一种行业吼、哦，我刚看全世界敢若无人安尼，但是敢若独独台湾，迄看板，迄一个外国人甲我问一个，我怎错一条讲，会奇怪，咱台湾当时有这种行业，伊伫安尼踅来踅去，踅来踅去，看到台湾，咱台湾看法讲台湾是袂歹，但是有一个行业，伊看到怎比我看讲，请问迄个是啥物咧创啥？伊拄啊读。汉文中字读无偌济，啊，刚刚看到讲，迄、那个伊看板吼，足奇怪。伊讲这是咧做啥物行业的？
伊个看板加写两字，受惊。哈、哦，啊，我听我讲，我唔知变那个解释，我讲，伊讲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讲啊，就是讲，你若感觉你会害怕，好、哦，我甲解释，我讲，你如果感觉你会害怕，啊，就去找他，他会把你的害怕把它收起来，啊，你就快活。伊讲那安尼，这种行业全世界敢有人这种诶？吼、哦！哎，讲伊是心理医生吗？我讲唔是。哎，讲啊，无伊敢是专业的人士？我讲我唔知。啊，伊嘛真好奇，专注于安尼，特别甲看。哦，我迄个是歹势，甲是还是作歹势。伊甲问讲，因为伊是为迄个美国国的朋友啊，怎抓入去了后，伊甲讲，我要真好奇，我唔知受惊这种是啥物行业。啊，结果入去做一个，就问我讲，啊，你有哦，迄个人？看到就甲伊讲，啊，你有啥物问题无？我讲唔是我有问题，是这个外国朋友已经好奇，伊要看讲恁到底受惊是安怎处理？哇，迄个人嘛真好意吼，伊开始甲伊讲，因为吼咱内底有啥物三魂七魄啊，有走气，有无当来，有诶足济，吼，啊，你着惊着，啊，着变做戆神，啊，若来遮，我总甲你扣做伙。啊！伊个迄个外国人嘛，足奇怪，都一直甲问讲：啊，请问吼，啊，这收了你哪知有倒来无倒来？吼、哦！啊，伊嘛想问讲，奇怪，全台湾内底这个行业，惊，我用唔知要用什么字眼来形容，我讲是害怕。伊讲，给我一个真大的启示。迄个伊甲讲，伫英外国，伫美国内底。会惊的物件是啥物？是因为你唔捌哩，你无知，你无这个知识，所以你才会惊。台湾就是往往处伫这个无知识，互咱教育伊无将真正的知识教育咱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惊。每一届选举，那中国甲你讲，你若阁选到迄个青色的，我都为飞弹甲你摆几万粒。哦，啊，你就开始讲，哎呦，啊，唔好，安尼爱选哦。这蓝色的哈，蓝色较水，蓝天较漂亮，绿地无要紧，有蓝天较要紧，吼，因为安全上要紧。咱敢若防惊一下，啊，就变作规个拢变鬼啊。啊，毋过实际上你若去甲了解，中国飞弹敢派过来甲遮，甲落尾，我开始讲讲，你若我倒捡到一粒中国派过来枪子吼，啊，你找我领钱，你捡起来给我，啊，我甲你我钱甲你换，这就是讲，这个惊的物件，就是咱为细汉囡仔开始，你无用真正的知识来教育的时阵，一开始一直惊。这就是咱安尼渐渐爱去发现，咱爱去学习，就讲先啊外国，伊的进步，互你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外国伊所看到的物件，伊遵照。国际法律的时阵，全世界无人敢甲欺负，伊嘛全世界嘛无人会惊。全世界上小的国家叫做梵蒂冈，迄、那个国家根本够咧惊。伊敢会惊讲我敢一个唔知偌大个物件尔？我一个国家变哪个人谈判？但是你甲看全世界敢敢讲乌白甲欺负甲凌迟？唔敢。佮一个伫阿尔卑斯山面顶一个。小小的国家，迄人口无到5万，阿尔卑斯山在介离你法国，甲迄个西班牙，这个阿尔卑斯山面顶，还佫有一个真水国家，伊的人口敢若5万尔，但是伊敢会惊？伊讲我嘛国家，我5万虽然我唔是，吼、哦、我唔是真大的国家，不如个国家的组成条件我拢总有，所以伊拢无咧惊。按佮台湾。号称2300万的人，土地比伊咪大几啊倍，啊，政府比伊佫较干、佫较杂、佫较凶，竟然你会发现到台湾伫这个岛屿内底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伊所甲你造成的，伊敢要欺负咱尔，欺负家己的百姓，其他若对着迄。屁西大个国家，甲你呛声，你拢唔敢。为着菲律宾，伊迄个国家，菲律宾这个国家经济面，就比咱台湾输了舔舔。但是每一届
咱看到外交人员，中华民国外交人员去甲因咧讲话时阵，拢爱讲你也是国家，你咧甲讲什么话？迄阵互拍着啊，咱拢无要无紧。最近咱嘛阁看到新闻，柬埔寨阁甲咱哦，甲台湾断交。你看到伊新闻，拢写讲甲啥物人断交？甲台湾断交。啊，毋过中华民国伊安怎表示遗憾？哎、欸，哪有人即种？你敢袂感觉伊迄个新闻的标题写了足奇怪？台柬埔寨甲台湾断交，中华民国表示遗憾。啊，你是徛伫啥物角度咧看这个物件？啊，毋过咱台湾咧甲看的时阵，咱就伫遐讲阿幺神啊，搁一个甲咱断交啊。啊，听讲食嘛要搁甲咱断交啊，但是咱拢无去精神起来看到一个讲，伊那甲写两个，伊那写讲。柬埔寨甲台湾断交，台湾表示遗憾，安尼佫会杀你哦。还是讲柬埔寨甲中华民国断交，中华民国表示遗憾，安尼嘛袂歹哦。问题是，伊写柬埔寨甲台湾断交，中华民国表示遗憾，代表中华民国甲咱敢有共款？无共款。事实领导啊，好处我先提，伊是用安尼，看起来。咱民政府要训练的态度开始要改变。我伫正是甲大家真诚恳讲，咱好无简单找到台湾这条出路。这条出路绝对唔是会当用任何方法来取代。伫这个内底，咱拢常常会惊做去用骗，去用骗讲你唔捌国际法律，请大家放心。那讲到国际法律的物件，这是咱民政府、台湾民政府上界大的保障，因为咱遵照万国公法，全世界无一个国家会当甲这个推翻，所以你会当真放心，唔免去找迄种受惊。咱开始建立咱家己的信心，咱开始态度的改变，态度去变作，咱来看外国安那学习。而且，我用一个国家，因作一独立的建国，因的人民是安那有法度迄个文化，啊，就怎啊把迄个政权给淹掉？苏格兰原底伊是英国一个所属的附属地。苏格兰这个国家原底是一个拢咧种麦啊，种作侪迄个。小麦安怎做酒啊？但是卖卖利润，英国政府怎甲扣一半啊过去？甲咱嘛差不多哦。古早因甲人比起来，但是当因开始去互迄个英国政府，阮只种伫阮只种，伫只生产工课嘛，阮只咧做。但是你一个政府家坐伫遐，啊，就甲人扣遐济去。啊，但是若补助你拢无来，你敢知因苏格兰因开始？用真济真济办法，是安那因的人民一拄到，啊，就开始精神起来，讲袂杀你，袂杀你安尼，因为因疼惜因的苏格兰，拄开始古早，因一个皇后嫁入皇英国的皇家内底入面时阵，苏格兰一个妃，一个妃啦吼，嫁入皇族内底，因开始就甲讲，这个王妃嘛真，伊就。嫁入去英国的皇家内底了后，伊就开始要求这官员伯爵讲：“恁敢袂当对我的出生所在，这个苏格兰较好一个，卖敢扣我当。”遐公爵、遐官员就甲伊起笑：“苏格兰算啥物？”但是因无放弃，伊讲苏格兰人有迄个骨气，所以伫开始了后。遐官员安尼一届一届忍受这个要求，你后怎甲迄个王妃甲伊讲？讲好，来，你即马若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予你扣税、减免、拢总免。伊讲啥物条件？就是你用王妃的身份去你的故乡苏格兰开始去甲洗、骑马。去甲洗一下，你洗偌大，这个所在拢免扣税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袂使穿衫，爱脱目体。你知影这个皇后
马上甲伊讲好，立即答应，转甲讲好，我随答应你。啊，毋过答应了后，上届有勇气的是这边的苏格兰全体人民，你敢知因咧做啥物工课？因家听着讲，某时某日，这个王妃要来遮洗城。伊佫无穿衫，大家是心内真艰苦，讲伊为着咱这个苏格兰这个所在开始安尼付出遮济，因苏格兰所有的人民拢无咧做工课，迄天全部停止，拢爱秘伫厝。因家己要求哦，毋是用命令的哦。因每一个人开始，好来，咱迄天开始拢甲迄卡垫拢甲拖拖起来，啊，拢无出去，规城拢总无人出去外口乱乱踅。啊嘛，拢无人出去咧洗，大家秘伫厝内底，干那祈祷。所以，这个王后伊安尼洗来洗去，洗来洗去，拢无看到一个人，伊无感觉见笑，伊感觉讲我拢无拄到人。反观咱也看到咱台湾，同款的条件啦，合理的时阵，我想一周刊、八大媒体、东森新闻。那讲哦，人要来安尼洗时阵，伊开始看当时，我来遐等。这就是甲咱的国情是安怎会变化这么大，无同款。所以因迄届成功变化过，苏格兰开始争取了后，后壁佫有22个少年人，伊唱着一个讲，咱有苏格兰的希望。我用唱歌要唱予全苏格兰人听，因22个少年人哦。啊！开始去唱歌，安尼洗一年了后，因的议会完成。应该英国政府讲，阮有阮的议会，你袂使来共干涉。所以苏格兰，伊到目前为止，虽然佮英国这个国家牵做伙，但是伊无脱离这个，吼、哦，人因家己会当主决。开始议会会当决标，吼、哦，来决定讲阮苏格兰的命运。所以你若去苏格兰遐个国家的时阵，英国政府的公家机关吼，因英国政府有迄个公营事业，比如讲交通的公营事业，因的巴士，因巴士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英国政府咧经营的，伊讲你若坐英国政府经营的车，5块，因苏格兰马上来卖坐迄吼。真咯，那么害去坐阮的4块就好，阮的设备、阮的车骨比较好。因的人甘愿讲用阮高水准的服务，予真济观光客怎留伫苏格兰？因无弃嫌因家己的土地，因开始讲，那每一个去观光的人，你若看到，伊就甲你讲，伊若你若去甲问，你若相信，你去甲问看卖吼。苏格兰，你若去游览，你若讲，请问吼，咱明仔去到英格兰迄个所在，要坐啥物船？一摆，绝对甲你讲，迄个所在无好耍，莫去，到阮遮就好啊。迄苏格兰真好耍，真水啊！你若要到阮遮耍，每一个人发推讲，你爱叫外围人相信苏格兰比遮较好。我怪台湾看到，我相信。你甲咱错话，你甲咱气嫌的人，绝对唔是台湾人，绝对唔在对倒来。往往伊就用到伊较慢，往往用到讲我是所读的册，拢总是高水准。尤其伫台湾所有方判决，这个监狱、湾区的这個法官。我有一届看到苏建和等三人案件，迄、那个法官我看到讲，你根本都学袂来。咱拢唔通叫是讲啊，迄因兜代志，迄跟我无关系，直接要做歹。苏建和这个案件反映到咱台湾的看法真无同款，因为苏建和等三人案件，伊拢总拖要几十年的时间，都遐个咧司法念伊安尼念伊安尼，结果方判讲好，你无罪。经过几年，经过将近要21年，一个为少年家甲21年，我看这个已经
棺材嘛弄一半入去啊。佮经过安尼风行了后，伊个意志，你讲啊，你对着台湾有啥物愿望？伊讲我无愿望啊，我干那只求拜托个，我的司法公正。啊，毋过迄个司法人员佮判迄个法官，你知伊讲啥物话？伊讲人作者报告，吼、哦，作者报告，迄、那个一个。李昌钰博士，伊鉴定讲，伊为这台人的血迹看起来，这都敢那一个人做呢。但是伊就硬讲三个，迄位血迹的喷状，显示讲这根本就一个人。好、哦，因为迄血迹无中断嘛，直接直射。啊，所以为这看，敢一个断定就是一个。但是迄个法官讲三个，硬讲三个，因为伊的证据是啥？伊讲伫因兜敲着三间银缸啊。啊，迄就是去人刀共偷摕，敢若用安尼做证件，啊，所以当伊安尼一点过一点安尼行过出来了，因的心情我看已经死啊。迄、那个法官出来讲话时阵，敢若讲一句，我敢听讲一句话，伊讲我的判断怎么会错误？我书又不是读假的。我读书不是读假的，伊讲伊读册毋是读假啦，伊为国小读到大学拢总第一名。伊讲我从小学到我考到司法人员，我读书从头到都是第一名。爱听了，哎，请问第一名敢会使安尼想法？唔免讲究证据吗？伊认为讲我第一名所讲拢对，所以伫台湾，咱互这个第一名为着第一名，会害死足侪人。迄、那个法官所读的册，相信对着咱无啥物帮助，伊的第一名伊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咱是看到讲，台湾剩这条路会当脱险的时阵，我嘛感觉咱互相来勉励吼，因为台湾这条路，伫阮看起来，这已经无分你甲我，因为这个故乡就是有你。这个故乡有我，啊，咱合起来，台湾就是咱永远的故乡。这个观念，请咱大家一定要记伫内底。咱唔通阁想讲，徛伫这个所在，然后若问到你的故乡伫倒位，你写的作文内底，拢写到我国的江山伫迄边。你若看到学生囡仔写这种作文，我感觉若讲到故乡，伊拢甲你比迄边。实际上，将来伊唔捌去。伊阿公嘛捌去，伊阿祖嘛捌去，阿像咱迄边变作咱的故乡，迄是差足侪。重点就是因为这个教育，这个无底的教育，已经甲咱台湾人教育甲已经真退啊。啊，毋过我相信咱无灰心嘛吼。拄开始，我认为讲这个黑暗，若真正暗的时阵，咱拢会惊，因为暗甲实在是。真暗，啊！毋过，当咱开始要点一趴火，咱每一个人那像一支蜡烛火同款。你点一支蜡烛火，检测你看起来讲啊啦，无采安尼无影响，无解掉。你点一支同款则暗，点两支嘛同款。拄开始，咱咧看这条路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啊，咱是要甲敌视、甲美国相过，那免啊过赢。啊！毋过一届每一届过一届，我看到。你若愿意为台湾发光的人，你只要把你的一支蜡烛甲点起来，我相信咱若等大家拢甲家己疼台湾这个心拢甲点出来的时阵，这个黑暗自然无去啊。就是爱毋忘大家，咱大家勉励讲，咱虽然家己点的这趴火真细道，虽然发出来光无介大，但是咱若集中做火，今仔日咱都免受惊，今仔日咱都无搁再惊吓。吼、哦，毋忘伫咱咧学习看即个代志了后，咱个头壳会用重新搁再思考，咱重新搁来学习。台湾真济学生囡仔，你叫你家讲啊，你这你若看到咱个小朋友学生囡仔吼，伊讲到啥物话，上界绝望，上界绝望个所在就是讲。当你甲伊讲讲，你今仔读个遮册吼无效，所以你还阁重头读一届，重头读白本。
哦，你若甲讲吼，哦，人都开始拢咧背这本册，尤其伫咧考公务机关的时阵，我感觉这种心情，大家拢会当体会。大家拢摕到一本迄册，啊，就开始讲，哦，这本就是考公家机关的武功秘籍，啊，大家就开始抄，开始背。但是有一个人甲讲，啊，歹势，即摆迄本公务要考啊，大家会安怎绝望？讲啊，无才我读了，无才我读甲规拢背起来，结果用歪考这本，要考别本。咱爱开始会当学习讲，这个变化无得出咱惊吓，因为咱若学习正确，咱学习的物件那是真正的知识，咱就无搁再有这个惊吓。好，希望咱大家伫这个分享当中，咱大家互相勉励。好，今仔上课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请坐坐哈，我叫其他代志。謝謝